的活动影片我会放在我们木谷木鱼民宿的 Facebook， 我会把它做成影片啊 YouTube 加成影片之后呢，我就放在我们木谷木鱼共享。我会放到 Facebook 上面。不是，我在这里面煮菜的。身高多高？200。我们德鲁古是195。你不是说那个适应生存啊？对，适者生存。现在才回来的。